本次活动既是一门科学实验，也是一个谜。你将需要两个塑料杯、两个球、一支铅笔和一些橡胶胶水。将两个球放入一个塑料杯里，然后将橡胶胶水涂满杯沿。将另一个塑料瓶倒放在它的杯沿上，压紧杯沿，让胶水把它们粘紧。现在，如果让你分开这两个球，一个杯子放一个球，听上去似乎很难。只要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旋转，球就会分开。旋转的杯子会使球飞向杯底。在中间插一支铅笔，拧转铅笔杆可以更方便地旋转杯子。你也可以将铅笔握在两手掌中间旋转。塑料杯会跟着旋转，球受离心力的影响而飞向杯底。张丽颖录制。